就是花朵，而我就是泥土。什么什么诗社，木系诗社，我们有社团委员会的批条。等着你的批条来，等着和你理论，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到，言归正传啊，关键是咱们就交一首参赛作品，你说咱们是唱 rock 呀、啊，还是唱民谣啊？你没给我机会说呀，现在就给你们机会。社团委员会的批条，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今天的排练至关重要啊。嗯，我们先小点声，不用音箱，你们先念你们的，我们给你们创造点意境嘛，对吧？意境 ，Tell her what is 意境。1985，沥青的石板路，以及雨后小心翼翼的双脚，磨剪子。抢菜刀，还有飘香的豆腐脑。世界是那么的大，我却不知道我的明天是什么样的。可我总想踮起双脚，够一够我心中的太阳。不是咱们两个社团来个强强联合，你看怎么样？可我们这个诗啊，诗你们懂不懂？你们要怎么唱啊？小瞧我们是不是？来 ，Yeah， 我出生在1985，生龙活虎，能文能武，偌大四合院里青的石板路，是我和发小难忘的童年回忆录。还记得胡同口城墙的老槐树，是我和爷爷小时候乘凉的树。磨剪子、抢菜刀，还有豆腐脑，在街道里飘香。Yeah。我们算着记账角度，光着脚丫拍洋画，当日我吃蜜，你耍赖我就不带你玩。技艺高超谁是武林盟主，输掉我的变形金刚大树底下好乘凉。五毛钱的北冰洋，还有大大泡泡糖，隔壁邻居小女孩跳皮筋的变化篮。2825628257，嘿，发回的前线报道，本校学生郑阳、何建兴等的奥运公益短片作品入围了本届奥运公益短片大学生竞赛单元。此外，本校学生韩东堂更是光荣地成为了奥运火炬传递护跑手。稍后呢，会有本台对韩东堂同学的独家专访，听他畅谈自己如何成为奥运志愿者的经历。奥运游泳你们能没我吗？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辆私人轿车。
大部分。第一个呢，还是希望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好。然后呢，自己乒乓球能打得越来越好，对，还是有进步。然后呢，跟我女朋友呢，能一直好好相处。然后再下来就是出国呢。你好多愿望。对啊，因为最近定的计划特别多。我感觉时间这个问题。